老大，这次多亏爆米花借给我们垃圾桶，所以我要赶紧去挨家挨户推销垃圾桶，这样我们才能更快的实现致富啊。好，史蒂夫，这次我们俩分头行动，一起去推销垃圾桶。老大加油，我先去了。我回来了，史蒂夫，这次我们挣了多少钱？老大，太多了，说不过来，你快来说说。哇塞，史蒂夫，我们竟然挣了这么多钱。老大，这都是小意思，我们卖完垃圾桶还能挣得更多呢。你看，我把这个小店租了下来，我们就在这儿固定卖垃圾桶吧，再也不用到外面风吹日晒了。史蒂夫，你太有想法了，以后我们就不用住在外面了。是啊，老大，实在是太高兴了。不行，史蒂夫，我现在就去外面吆喝起嗓子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儿卖垃圾桶。亲爱的村民们，赶紧来买垃圾桶啦！自动分类的垃圾桶很便宜的哟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大家赶紧来呀。哇塞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。史蒂夫，我们的垃圾桶卖得怎么样了？老大，你吆喝的还真有用，大家伙听了之后立刻就在这排队买垃圾桶了，看来我们的垃圾桶要大卖了。不错呀，排队的人还挺多的。史蒂夫，你看看我们的垃圾桶还剩多少个，要是没有了，我提前去爆米花那里预定。老大，我们的垃圾桶剩的还有几十个，不多了。好，史蒂夫，你在这看店，继续买垃圾桶，我看这排队的人还挺多的，我这就去爆米花那再进一点垃圾桶。